对了，我正要来告诉殿下，七霜他们传信回来，他们在岸上搜寻了一夜，终于找到了叶儿小姐。我不敢怠慢，让他们在前面的渡口等我们。他怎么样？没有生命危险，就是呛了许多水。我早说过，他跑不掉的。 真是辛苦你们了，让他歇口气吧，把头套摘下来。遵命。殿下，王后殿下。 殿下，你服了毒妖丹，就被毒针刺瞎了眼睛。如今感觉如何？七霜。 为何判我以月族？殿下，先撤退吧。白玉，给人供给信仰现在砸碎，没时间了，都跳板。是。